你已经安装了 Elementor， 但是却发现功能不够用吗？或者是呢，有些特效需求，但发现 Elementor 基础版的功能呢根本就不够？嗨，大家好，欢迎来到犬哥网站，我是犬哥。在这部影片呢，我会分享六个 Elementor 生态圈的精选外挂，每一款呢都有各自的特色还有强项，只要顺利搭配上去，将会呢帮助你在制作网页时呢更得心应手。好了，我们就赶紧开始吧。Elementor Pro， Elementor 是全球知名的 WordPress 页面编辑器，全球已经有高达500万次以上的下载量。你不需会任何程式基础，只要把想要的功能拖移到指定位置，就能制作一个客制化网站。而 Elementor Pro 除了基础版方案，同时也有提供 Pro 进阶版方案，总共可以拥有100多个基本和专业版的编辑工具，像是画廊工具、表单工具、作品集工具、轮播图工具、版型设计工具等等，都包含在标配之内。而在不同的编辑工具内，官方都有丰富的效果展示图，方便你直接浏览样貌，节省测试的时间。有关现成版型部分， Elementor 基础版加上 Pro 进阶版，总共会获得100多种全栈式版型和300多种区块版型。而版型涵盖行业十分广泛，像是商业版型、餐饮版型、教育版型、教育网站、作品集网站、节庆网站、部落格网站等。除了版型精美外，由于里面的编辑工具皆采用 Elementor Pro 自家的设备，在后续维护上也显得更为轻松。其中很值得一提的是 Elementor 进阶版的 Themes Builder， 也就是传说中的主题建构器，这个堪称是 Elementor 最核心的功能之一。透过它，你将可以完全客制化网站的任何页面版型，不论是页首或页尾，或是比较难处理的电商页面，像是商品列表页、商品描述页、购物车页、结账页面等等。有了 Themes Builder 主题建构器，你会发现客制化网站变得轻而易举。除了核心的编辑功能以外， Elementor Pro 一样给予玩家们更多功能，像是很实用的 Pop Up 弹跳视窗功能。透过这个工具，不但可以用来做促销视窗，也可以拿来放电子报表单或是登录注册表单等等，只要是你想摆放的东西都可以透过弹跳视窗呈现哦。你还可以自由设定视窗显示条件，像是滑动出现、读秒出现、立即出现等等多种玩法，满足不同的需求用法。Elementor Pro 的特色功能真的非常多，而更多功能呢，在官网上都有做详细介绍。最后来看一下 Elementor 方案费用部分，有关方案前往连结我会放在下方资讯栏，方便你前往。Elementor 有提供免费基础版，可供安装，一般在 WordPress 后台就能直接搜寻下载。如果你是对它的进阶版感兴趣， Elementor Pro 是采用年租制的方式，而不同方案间的主要差别是在可以使用的网站数量。如果你正在困扰基础版的功能不够多，那直升 Elementor Pro 进阶版绝对会是优先选择哦。第二款要介绍的是 Essential Addons for Elementor， 它是目前仅次于官方 Elementor Pro 进阶版下载次数最高的一款 Elementor 扩充外挂。只要提到 Elementor 的扩充外挂，老玩家大多数都会听过这款，除了开发较为早期以外，社群讨论度也相对来得高。Essential Addons 基础版给的编辑工具就十分有诚意，像是 Logo 轮播特效、进阶选项卡功能、日历挑选功能、动态画廊功能、登录注册表单设计、商品轮播和展示功能等，可以满足多样化的制作需求。而在每款编辑工具内也详细包含了完整影音介绍，让新手小白也能快速上手，加上齐全的功能展示，让你在套用之前就能一览完整的样貌。再来，我们来看现成版型部分，而 Essential Addons 官方则把这些版型统一汇整到名为 Template 的外挂，里头有提供丰富的版型和区块，像是企业形象、旅游景点、餐饮食品、线上教育等版型可一键套用，搭配多分类筛选框、直觉式搜寻框，帮助站长快速找到心目中的版型。而每款版型内的展示则贴心标出是 Elementor 或是 Gutenberg 的专属版型，并清楚列
出了包含哪些页面。另外 Accenture Aidens 这款外挂本身非常轻巧，可以选择启用或禁用网站上的各种编辑工具，减少用不到工具所消耗的效能，保持网站快速的状态。最后来看一下 Accenture Aidens 的方案费用，有关方案前往连结我会放在下方资讯栏，方便你前往。Accenture Aidens 有提供基础免费版可供玩家安装使用，如果你只需要它的编辑工具，那通常免费版就蛮够用了。若是你有更多编辑工具或特效需求，或是需要更多进阶版版型才有办法实现网站制作，那再考虑进阶方案即可。好咯，以上就是 Accenture Aidens 功能介绍，如果你正在透过 Elementor 制作网页，相信它会对你有所帮助。第三款 Quarkle Block。 Quarkle Block 是一款基于 Elementor 的第三方扩充外挂，可以与 Elementor 完美搭配使用，是一家位于乌克兰的知名公司所开发。外挂内容包含了20多个系列模组，像是 Jet Engine、 Jet Element、 Jet Pop Up、 Jet Wood Builder、 Jet Menu 等。这就跟你买到大福袋一样，买了他们家的服务之后，结果发现里面应有尽有。其中很值得关注的是 Jet Engine 这款动态内容外挂，透过它可以很轻松客制化商品或服务的内容版型，摆脱 WordPress 预设较为单调的呈现页面。有关动态资料的呈现， Jet Engine 提供了十足的动态资料工具，像是动态图片、动态文字、动态表格、列表清单、动态分类等等，可以满足不同的资料呈现哦。而这些动态资料工具则是可以应用在像是饭店预约网站、房地产网站、租车网站、芳疗预约网站等等，只要是属于动态内容类型的网站， Jet Engine 将可以有效帮你处理完毕。有关现成版型部分， Quarkle Block 目前也提供了40几种版型可使用，但比较可惜的是，蛮多版型内提供的页面并不完整，实际都会需要经过后期加工才有办法成为一个完整的网站。但虽然如此， Quarkle Block 还是给了我们一个最大的惊喜，就是它有内建动态内容相关的版型，可以一键下载。要知道，动态内容版型制作的复杂度比一般版型还高很多，而 Quarkle Block 却无条件的提供给顾客使用，真的很让人感动。最后，有关 Elementor 扩充外挂的基本配备，一定要具备足够用的编辑小工具，才有办法制作出更特别的页面。而在 Quarkle Block 的 Jet Element 外挂内，提供了将近40多种编辑工具，方便你自由的设计页面，像是轮播图、表单列表、电商相关工具、提示框功能、图片布局等等，综合起来绝对可以让你威力加倍哦。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Quarkle Block 的方案费用，有关方案前往连结我会放在下方资讯栏，方便你前往。 Quarkle Block 整体来说是一款需要付费才能使用的外挂，好处是它在方案选择上提供了特别的外挂选购模式，这代表可以只购买你需要的功能，这对于预算有限的人呢是一个好消息。而 Quarkle Block 不同方案之间最主要差异分别是租用期限和使用的专案数量。有关租用期限部分， Quarkle Block 同样有提供终身方案，可让你一次买断。对于 Quarkle Block 的功能还有很多，则未来有机会再录一集跟大家好好介绍，那希望这款外挂会对你有帮助。再来介绍的这款是 Ultimate Add-on for Elementor， 它是属于 Brimstone Force 头脑风暴公司旗下的一款外挂，跟 Astra 主题有着完美的兼容。但就算你的网站不是使用 Astra 主题，一样呢也能透过这款外挂获得更强的编辑能力。有关 Ultimate Add-ons for Elementor 提供了40多种编辑工具，像是内容切换、图片展示画廊、多变讯息框、价目表功能、客制化文章布局等等，功能同样非常的足够。再来， Ultimate Add-ons for Elementor 提供了高达100多款现成版型和200多个可用区块，非常的有诚意。那有关版型部分，一样维持了 Astra 主题的优质传统，除了页面精致有质感之外，不同版型内的页面结构大多数也都很完整。
这边随意列举一款电商版型做范例，不论是美业的布局区块呈现，或是商品分类页、单一商品页、购物车、结账页面的完整度，都让人十分满意。再来看到的是可套用到网站的单一区块，里面提供了各种不同布局，不论是左图右文、特点介绍、图片列表、常见问题、服务项目等等，都能帮你节省大量的制作时间哦。再来看到的是方案费用部分，有关 Brainstorm Force 头脑风暴旗下产品，基本上都是打包起来一起出售的。有关方案的前往连结，我会放在下方资讯栏，方便你前往。简单来说，购买了 Ultimate Add-ons for Elementor 外挂，也代表你同时拥有了 Astra Pro 进阶版主题的所有能力，透过它可帮助你打造更独特的网站。此外，你还可以拥有像是 WP Portfolio Plugin 作品集等多种工具的使用权限，这大概是一次满足的概念。至于购买模式，一样有年租制和买断制两种模式，如果你对它也有兴趣，可以照自己的需求做选择哦。好咯，希望这款外挂会对你有帮助。第五款 Elements Kit， 再来介绍的这款是 Elements Kit， 它同样是热门的 Elementor 扩充外挂之一。由于里面的编辑小工具可供调制的选项很多，让玩家们都能做出更多设计上的变化，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喜欢它的原因之一。Elements Kit 除了拥有多种可使用的编辑小工具，针对不同类型的工具也很贴心，都已经妥善分类好，方便我们做找寻，像是特别功能、社群功能、电商功能、表单功能等等，不同类型的工具都已经准备就绪，而每个编辑小工具内都富含了详细的使用说明。而贴心的是，如果你不喜欢阅读文字，那可以直接看他们的影片教学，非常的手快。加上 Elements Kit 在展示页面就已经列出大量的实际案例，你将可以预先知道可做出来的成品样貌，大量节省了试错的时间。除了基本的小工具以外， Elements Kit 不断尝试新增自家的特色功能，进而做出竞品差异化，像是页首页尾编辑器功能，透过它可以客制不同页面的网站页首，呈现一个网站多种页首的崭新样貌。还有像是巨大选单编辑功能，有效支援了横式和直式选单，如果你的网站分类很多，那这会对你有所帮助哦。 Elements Kit 一样有内建多种现成页面，可让你一键套用，像是企业网站、餐饮网站、作品集版型、清洁服务网站等等，在里面你都看得到踪迹。最后来看一下 Elements Kit 方案费用部分，有关官网前往连结，我会放在下方资讯栏，方便你前往。 Elements Kit 有提供免费版可直接使用，虽然免费版少了一些特色功能，但如果你打算使用他们家的编辑小工具，那免费版应该就蛮够用了。而刚提到的部分特色功能，大多都是放在进阶版才有办法使用。好咯，以上就是 Elements Kit 的介绍，希望对你有帮助哦。再来就是最后一款的介绍，也就是 Happy Agents for Elementor 外挂。这款外挂跟它的名字一样，希望玩家用起来可以很开心。这款外挂拥有高达400多个现成区块可直接套用，加上丰富的扩充小工具可以使用，和自家开发的多款特色功能，让它在 WordPress.org 的下载次数维持一定的水准。首先来看一下核心的部分，Happy Agents 免费版就提供了高达60多种编辑工具可使用，外加50多种进阶编辑工具，总共加总提供了玩家高达120多种现成元素，有效解决了大部分的网页设计需求。而每款编辑工具内同样提供了影音教学，方便玩家入门，加上完善的效果展示，让人很快就一目了然。有关特色功能部分， Happy Agents 更展示了十足的技术专业度，提供了高达20多种具有鉴别度的功能，像是线上即时复制功能，透过这个功能，你可以直接在范例版型点选一键复制，然后快速的贴到自己网站上，就能完成页面套用，
非常的方便。此外也有像是图片遮罩功能，让玩家可自由做出不同花样的图片形状。至于现成版型部分， Happy Addons 提供了许多不同行业别的页面可供套用，像是商业类型、节庆类型、电商类型、餐饮类型，就是要满足了不同产业需求。最后来看一下 Happy Addons 方案的部分，有关官网前往连结我会放在下方资讯栏，方便你前往。Happy Addons 本身同样有提供免费版可安装，但会少了一些特色功能可用。如果只是单纯需要更多的编辑工具和版型，那免费版就蛮够用了。至于进阶版部分， Happy Addons 提供了年租制和终身制两种方案，相对起来单纯且很好理解。好咯，以上呢就是这次的 Elementor 精选扩充外挂分享。如果呢你正在使用 Elementor 制作网站，那相信呢会对你很有帮助哦。有关影片提到的外挂，我都会呢把连结放在下方资讯栏，方便你直接前往。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啦，如果你有遇到什么问题，或者是呢想看什么样的影片，都欢迎呢在下方留言给我，或是可以请犬哥数位团队协力帮你服务。只要呢有网页设计或者是网络行销需求，都可以呢跟我们做咨询哦。好，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啦，拜拜。